嗨，大家好，那个我是杨诗翰，然后那个我是 Max， 我是 Max。大家好，我是老白。Hello， 各位，我是本次纪录片导演郑成，我现在从那个加拿大。Hello， 我在自己家的衣柜里运动两次，你将下一家我的装备。OK， 好了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 yeah。最最最最单纯的乐趣是说，你和你自己的好朋友分享最棒的旅行和最棒的这种大自然。看看山川，看看溪流，尤其是游侠那种生活，我特别喜欢。那种硬的，我们现在经历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夜。其实事情到现在这个程度呢，我个人还是比较崩溃的。今天走了9个多小时吧。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中途，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。这就是，哇，好棒！他们说20分钟。